持续关心职篮球星林秉胜，他陷入了合约争议。原本说要加入 PLG 职篮新竹工程师，但后来反悔，但传出被台新金控 T1 职篮挖角。那林秉胜今天凌晨也无预警在个人的社群来发文，向各界来道歉。那他表示说，确实在前一份合约届满之前就和工程师筹团来接洽，签约的时候没有详细的审阅，在思虑欠周的情况下签下了委任合约书，因为没有正式记载确切的起契日期，所以觉得还保有后续的讨论空间。但五月的时候又觉得台新球团的发展方向更适合，就已经多次和工程师说没有要入团了。那林秉胜也表示，后来看到球团官宣很震惊，马上正式发函和工程师来终止委任合约，他也说会坦然面对应该要负的责任，希望事情都能够圆满结束，并向球团、球篮协还有球迷来道歉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